武汉市民呢，非常的坚强，而且呢，互相照顾，互相理解。我印象非常深。我们去年跟今年，搞好了这个韩语演讲比赛，跟韩文书写大赛，这大赛的学生们呢，水平相当高。他们发音呢，对这个韩国的文化呀，了解得很深。我呢，自己觉得有责任感，恰逢明年韩中文化交流年，多多交流，多多理解。今年11月18号，为期3天的这个湖北韩国交流活动开始了。这里面呢，包括 K-pop 大赛，还有韩文、韩服、韩食，还有韩妆体验活动，我们能通过湖北韩国周来我们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这个理解和合作。